大概是这样的位置。就在那，对，那个，哎，那个地方。是不是也是担心说你们军警力自己会受伤，所以他们特别。那当然了，就我们一定要这样，尽量要安全嘛，哈，我们署长一直强调就是三安嘛，就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哪些装备，哪些伤安？原则的安全还是这个我们案件的安全，还有本身我们自己的安全，我们都很注意，所以看判了，我特别交代大家说比较小心，哈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们有没有不实一些标准？可以的。